来，涂老师，我就想问一下男生。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以你们现在彼此对个人的认知来看，你们是没有资格恋爱的，所以先分开，把工作做好，再去谈恋爱，就这样吧。好，谢谢涂老师。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之前其实说实话对我挺好的，就我上大学那会儿也是。请关门。开诚布公的说，我现在只要一听两个年轻的情侣在这个舞台上，因为游戏，因为上不上进，因为我就内心我就要崩溃。而今天让我最觉得受不了的是这两个人对生活那种木气，就木到了你觉得就空气里都是朽木的味道，那种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啊。到最后又是自己感动了自己，就男生还感动了自己，我不知道他想到了什么，可能是对女生的付出啊，居然他能，我，你为什么就看那么真诚的去说一个不应该由一个成年人嘴里说出来的一个乞求的条件，你又让不由得从内心又非常的同情他们，
总而言之，对于这一对儿，我们就想跟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说一下，您的生活千万别按这个来，您要按这个来可真是痛苦。咱们看人家自己的选择吧。来，请开门。